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超雷侠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让大傻的来挑战带着钢盔跟拿着步枪的男人呢。超雷侠，上次是手枪，这次是步枪，哇，他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步枪威力这么强，我感觉我打不过他。大傻，这个不像你了，怎么一出场就慌了？我没慌，只是他一出场就给我下马威了。你看这一下，嘿，超雷侠，我成功中了他。很好啊，你可别被他的气势呢给吓到了。大傻，再接再厉吧，尽量把他给撞倒啊。好的，我感觉小汽车飞的速度比较快啊，超雷侠，接下来呢，我开上辆警车吧，就你了，加快冲起来，躲避他的子弹来了，没打中我，哎呀，等一下，直接准备飞跃的时候呢，把我一炮呢给打下来了，超雷侠，我感觉他这不像步枪吧，怎么就跟导弹一模一样，跟上次那个手枪也一样？哪里一样啦？是你自己躲避不及时的呀，你这下冰淇淋车呢直接被打爆了。你看吧，这家伙呢一点面子都不。哎呀，每次我还没有出场呢，他就拿他的炮呢来打我。现在又变成小子弹了，小子弹没死哦，我来了，我要救我的命中目标啊！我这一下的冲击力还是挺强的，直接冲到他的背后出来了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你还是有机会了，大傻，继续吧。好的，我觉得我接下来呢，必须要换一辆重型的车辆呢，才能把这个人呢给撞倒啊！我就换这辆吊车吧。你先别拿你的步枪来打我啊，你就当没看到我。我们这个推土机要推过去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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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的对的对的，哎呀，怎么快？这个手指就动你了，哎，我这下。这一下的撞击是非常精准的，他的脚呢是支撑脚，哎，没错，我只要把他的支撑脚呢给撞倒了，那么他不就转不住了吗？啊，再来啊，接下来呢改两铲车啊，还有他的这个碎子弹的把我的这个袜子的全给打掉了，但是呢没有阻止我前进的动力啊。不错啊，大傻，你这几次的撞击力呢还是可以的。嘿嘿，我越来越有信心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开上这辆集装箱的小货车吧。哎，我告诉我越来越有信心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你是故意的吧？一炮把我的车子竟然从这边打到了背后。你还别说啊，这家伙呢挺有实力的，他懂得关键的时候呢把你给打下来。气死我了，刚刚一炮把我打飞贼了，我开上油罐车，我看你怎么把我打飞啊，怎么把我打飞啊，来啊来啊，打我打我啊！他知道我开油罐车，他竟然不打我了，哇！这一下呢，我是横切到他的这个腰上啊！哇，他知道吗？如果在空中把我打爆了，会影响他的这个步枪啊！啊，他最后面竟然没打我。接下来呢，我开上一辆末日战车啊！这辆末日战车虽然很破，但是呢，它的重量也足以够把它给撞倒了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哎呦我！这一下还是同样的硬生生的穿过来了。大傻，我感觉他快不行啦，你为什么呢不直接撞他的枪呢？好啊，直接撞他的枪，那就这一辆挖机吧，来啦！啊，他现在用他的这个步枪的这个小子弹来打我啊！你不要用大子弹就行了，不要用大子弹就行了，小子弹没事的啊！小子弹他在渐渐的把我这个挖子弹给摧毁掉，啊，又是没动力的一下，哇！好啊，这一次竟然没有精准的撞到啊！大傻，我觉得你再派出两辆车呢，说不定就能把他给撞倒啊！两辆车吗？那我就最后试一下吧。两辆车，哎呀，他怎么一过来就把我给打掉了？给我一次机会啊！啊，这就是一辆车吗？这辆车连起步都还没有起步就把他给打出来了！啊，太可恶了！只有一辆啊，就红色跑车了啊！如果这辆呢还不行的话，今天呢我的挑战就失败了，来吧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滚出去！超雷侠，我不挑战了，挑战失败，这家伙太强了，果然是拿步枪的男人呐、啊！他确实有点实力啊。那大傻，你今天的挑战呢，以失败告终了。喜欢我的解说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我是超雷侠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